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李胜新，今天将由我向大家介绍冬奥会与全面健身发展。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这是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写于1936年的著名诗词，反映了中国北方壮丽的雪景。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跨越的纬度近50度，气候多样。在黄河以北，气温较低，冬季相对较长，具备开展冰雪运动的基本条件。在东北，一年中约有半年是大雪覆盖，冰雪项目开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明了类似于今天的雪板、雪橇、雪车等交通工具，溜冰、滑雪成为东北人民的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早在1951年，尚处于筹备阶段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向全国发出号召，要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滑冰、滑雪项目。为更好地发展冰雪运动，从1959年2月，中国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首届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和吉林市举行，以后每4年举办一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北冰南展战略，在南方开始建设规格不等的室内滑冰馆，开展群众性的滑冰运动。然而受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效果不甚明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人民的体育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对体育项目的关注也更加多元，除了传统的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和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三小球之外，适合冬季开展的冰雪运动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冰雪运动起步晚，底子薄，无论是参与度还是运动的普及度都比较低。2015年7月31日北京成功获得冬奥会的主办权，这是中国利用奥运遗产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以2022年北京举办冬奥会为契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为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全民健身的发展，首先就要加强对冰雪运动知识、冰雪赛事活动的宣传。2018年1月30日，中国的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冬奥组委共同制定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这一计划主要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实施，明确全国的中小学要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学内容，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育课程、德育活动等方式开展奥林匹克主题教育，并成立北京2022年奥林匹克教育工作协调小组，指导全国的奥林匹克教育工作。冰雪运动的普及离不开活动的开展，早在申奥阶段，国家体育总局就以助力申奥、燃情冰雪、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设立全国大众冰雪季，作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广普及冰雪运动的品牌活动。自2014年12月首届冰雪季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了8届，举办地也从北京拓展到河北、上海、吉林、湖北。2021年11月第8届冰雪季的主会场就设在北纬30度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期间不仅有全国性的冰雪赛事，还有打雪仗、雪上龙舟、雪地拔河、雪橇接力等嘉年华活动，具有极强的民间参与性。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群众性的冰雪活动的开展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要实现
冰雪运动总体发展更加均衡，普及程度明显提升，参与人数大幅增加，冰雪运动影响力更加广泛的目标。意见要求要大力开展冰雪运动七进，即进机关、进校园、进部队、进厂矿、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等活动，鼓励各地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发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健身项目，推广民族民俗冰雪项目。意见同时提出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业余冰雪赛事，着力打造群众性的冰雪精品赛事，深入实施冰雪运动的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推动冰雪运动向四季拓展，努力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意见将发展校园冰雪运动作为重要抓手，一方面推动全国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知识教育纳入学校体育课教学内容，制定并实施冰雪运动教学计划，同时鼓励中小学校与冰雪场馆或者是冰雪俱乐部合作，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发展，鼓励高等学校组建高水平冰雪运动队，构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高等学校高水平冰雪运动队、冰雪运动试点县区，协同推进的校园冰雪运动新格局，以冰雪进校园为主题的中小学生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系列活动，让青少年有了接近冰雪、体验冰雪、享受冰雪的机会。目前全国已经认定并命名的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超过1000所。在群众性的冰雪活动开展当中，青少年是重点，群众性的冰雪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青少年群体是冰雪运动普及的重点。2019年出台的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指导意见提出，冰雪运动的普及要遵循教育和体育的规律，着力培养学生冰雪运动习惯，提升冰雪运动技能。到2022年，参与冰雪运动的学生显著增多，青少年冰雪运动水平稳步提升，学校、家庭和社会促进冰雪运动发展的融合机制更加完善，政府引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校园冰雪运动推进机制基本形成。为推动冰雪运动的普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促进冰雪运动发展的政策，将冰雪活动的普及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一方面要加强冰雪运动场地的规划，对冰雪运动的建设和开放提供支持和补助，对群众性的冰雪体育消费进行补贴。在中原的河南省，在东南的福建省，在西南的贵州省，在华东地区的上海、华北的北京等地，纷纷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发放免费体验券、专项消费券以及举办公益训练营等方式，扩大参与群体，吸引民众参与和体验冰雪运动。深冬奥成功以来，全国大众冰雪季、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中国冰雪大会等全国性常设的冰雪活动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冰雪活动的开展呈现出显著的南展、西扩、东进的趋势，在西北的新疆，在华东的上海，在华南的广东，在西南的贵州，冰雪活动已经突破南北的传统分界线，参与人数也是呈几何式上涨。在非雪季开展冰雪运动技能相关赛事活动，广泛开展冰雪主题的在线赛事活动，在夏季举办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实现四季覆盖，全民皆宜，冰雪运动也逐渐成为四季可以开展的热门运动。冰雪运动与教育、文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激发了人民群众关注冰雪、喜爱冰雪、参与冰雪的热情。冰雪运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体育健身方式。冰雪热、冬奥热持续升温，
曾经最冷的运动，如今成为中国最热的产业。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北京冬奥会后，中国的冰雪运动将会继承北京冬奥会的遗产，继续不断向前发展。未来，在中国，冰雪运动将成为中国人民最受喜爱的一种常见的体育运动项目。本次授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